像是扇带锁的门，人人都在努力探问。可若想让命里永恒，就永远把握不好钥匙的分寸。真空想要参问，运气失了几分，那些莫名其妙的恋爱标准，只会让自己乱了分寸。呜呜呜，轻车撞车也撞歪脚高跟，做自己才能长久的生存。美丽的旋转，就算疲惫不能停顿，南方风雨也有趣的双唇，妩媚的眼神让空气深深到体温。多少秘密陷入霓虹沉沦，多少人潮就不被讨论，被定义的身份本就没有标准。别再多问，试着生存。你干嘛呀？为难别人？我可没有为难他，倒是你。同样的事跟他可以放那么开，跟我为什么就不可以了？我怎么不可以？你要我怎么配合？甜蜜温存，我们只是合作关系，又没有真感情，演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高岭，高岭，怎么满脑子都是高岭？要不问问他？我直接问他吧，会不会太唐突？算了，还是问吧。你昨晚去哪儿了？竟然骗我，明明就是去约会了。哎，哥，昨天晚上你把老张和他女儿都安顿好了？在咱们的同学会的酒店。那他又做什么妖呢？啊，让你唉声叹气的。哎，我不是叹老张，最近呢有个特别难搞的小女孩，小我大概10岁吧，特别单纯，他还给我写什么手写情书呢。可是有什么好困扰的呀？你答应他不就得了？情况有点复杂吧，我拒绝了。拒绝了？你不是吧？像你这样的海王，像你这样温柔体贴的男士，竟然会拒绝对你有好感女生的表白？哎，你说要是那种成年人之间的你情我愿的话，我可能就认了。但你知道，我最怕就是这种特别认真的女生。我知道你说什么了。现在啊，你只谈钱，不谈感情。要不说你懂我呢。我问你啊，初恋女友对你的伤害怎么那么大呢？可能也不全都是伤害吧，她让我成长也挺多的。你说她当时要不是因为我穷离开我，我的工作可能也干不成今天这样。总之呢，我觉得男人嘛，还是得要先立业再成家。有你这句话呀，一会儿的晚饭必须你请客。请请请，就知道吃。哎，小强，你刚才最后一个镜头看了吗？看到了，看到了。姐那表演太好。啊，真的吗？谢谢导演。这么贵专业演员。啊，导演您过奖了。哎呀，小苏姐，辛苦了。今天有空吗？一起吃个饭。哦，穆总，我邀请小苏姐吃个饭，你应该不会介意吧？我有什么可介意的？就像你知道的，我们两个只是合作关系，他的私事我没有权利干涉。先走了。那我们边吃饭边说吧。嗯。
我正好又有事情要跟你说。再来一个毛血旺，差不多。再给您重复一下。没事，不用了。我们对您的服务很满意，如果我们的行程不被泄露的话，以后我们会常来的。好的，没问题，请二位稍等一下，一会儿给您上菜。谢谢。这家店是我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最向往的一家店，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一直没能来。那今天算是满足你少年时期的一个梦想。最重要的是跟我一起来的人是你。小苏姐，我喜欢你，从现在开始我要追求你。秦秋啊，我可能不太是你想象中的那个人。是，你比以前更活泼，更有魅力了。我确定，我喜欢的就是现在的你。那你能听我说几句心里话吗？好。其实今天我答应你来，也是为了能跟你解释这件事情。你听到的合作是真的。但在这段时间，我对穆修伦的感情也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变化。那穆总刚才说的那些是我的错，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挑明这份感情，所以他也不知道。但是从现在开始，我想对自己坦诚，对大家坦诚，所以我希望你能理解。苏姐，谢谢你，谢谢你的这份坦诚。这话是，也谢谢你的认真。搞得这么严肃干嘛？像生离死别一样。我虽然不清楚你没有挑明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感情的事越早说清楚越好，要及时抓住。你可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哦。小孩懂得还挺多。今天你就不要提减肥的事情了，我请客，吃不完不许走。那我真不客气了。来，你也快吃。穆总，矿业公司刘总约您吃饭，谈一下后续的合作。地址我发您了，在滨江城六号院。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真的喜欢上你，我想真的和你在一起。我这么说他会不会更奇怪？万一他接受不了，哎呀，到底要怎么跟他解释呢？苏姐，出大事了，我开门进去了啊！苏姐，你在哪儿呢？苏姐，你在哪儿呢？我有事儿告诉你。大早上没事吧你？苏姐，我发现了个大秘密。我告诉你，我是早上天亮才睡着的，我一晚上都在想到底怎么跟穆秋伦解释这件事情。你现在不仅不帮我想办法，你还不让我睡觉。你先消消气儿啊，我进来跟你说啊。快起来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呦，什么事呀？你看。不是把锦青日记里的线索发给我了吗？
我这鞋怎么这么熟啊？这昨天大半夜我就对上号了。感情啊，锦清喜欢的压根儿就不是穆总，他就是去找他喜欢这人去了。不是，那穆秀的这怎么叫剧本儿歌的？他们两个经常要一起接受记者采访，那这种信息一定要私下核对好，不然很容易露馅儿啊。所以，是我一直被那个日记误导了，结果一切都是误会。你不知道，在恋综的时候，我对他，我跟他解释，发钱，谢谢。哎呀，你太客气了。没空。完了，真的生气了，小气鬼。谁叫你说了那么多狠话，换你你也生气，得好好道歉。这么晚来找我，有事啊？我有东西要送你。怎么，要送我男朋友礼物，来咨询我的意见？男朋友？什么男朋友？秦秋啊。那就是个弟弟。昨天晚上饭店门口的事，我都看到了。姐姐可以给弟弟一个友善的拥抱吗？就当是为我的青春留一个圆满的节点。哦，那不代表什么？又是不代表什么？抱一下不代表什么，睡一觉也不代表什么。那对你来说，到底什么可以代表些什么呢？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这么开放，应该是我不懂你的意思吧？是我的合作伙伴，请你先接受我最真挚的歉意。在认识你之前，我以为自己的一生都将献给热爱的事业，从来都没有把爱情列入人生的必修课。直到那天，你说的不陨石最早在捷克的莫大维河被发现，所以也被称为莫大维石。在那个陌生的环境里，听到你说莫达维石，让我倍感亲切，从而心生信任。但不知从何时开始，这份信任渐渐变了味道。因为一些误会，
所以对你做了很多错事，说了很多胡话。我告诉你，我没有理由，我就是任性，我就是不想去了。我在这么多媒体面前亲了你，我们现在还在录情侣节目，一会儿还要拍情侣照，你说我们什么关系？当然是工作关系。我希望咱们只保持一个简单的合作关系。但是现在，我想对你说出心里话，请给我个机会，让我当面告诉你我的故事，好吗？你的故事现在可以告诉我了。没什么可误会的，我就是那种一晚上不代表什么的人。如果那晚不代表什么，那什么才算有什么？什么事儿啊，苏姐啊？刚刚接到通知，明天最后一期拍摄，节目组的人早上会上门。啊？你做好准备啊。知道了。密码没换，我还可以进。明天早上就开始拍摄了，看来今天晚上只能先住这了。我好困，我先睡了。哎，小心点。你脚没事吧？没有，我很好。你现在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我洗洗睡了，晚安。那什么才算有什么？你疯了吧，穆修伦？嗯，可以可以。行，那这份合同就这么定了。工作的事聊完了，你感情方面进展如何？非常顺利啊，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尽在掌握还没昭告天下，你这工作效率不行啊。明天是节目录制的最后一期，他想躲也躲不掉。不算吗？不算什么吗？哎，对了，真的不算什么吗？我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惊吓？行了，昨天休息的还好吗？那什么才算有什么？哎，对了，真的不算什么吗？不算什么吗？有病！不要什么呀？赶紧把早饭吃了，节目组的人马上就来了。苏
律师，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淡定，淡定，淡定！来了想干嘛？吃饭。穆总，穆总，那个您跟苏老师再往过来一点。哎，好啊。苏老师，需不需要再补个妆？哦，没事，不用了，咱们可以开始了。哎，等一下，嘴唇好像有点东西。哪有啊？你看这不有吗？这没擦干净。别动。好了，开始吧。好。哎，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有录进去吗？如果录进去的话，帮我剪掉吧。我不想观众以为小姐那不修边幅，她平时不这样。啊，早上太匆忙了，没注意到。我的问题。那我们开始吧。好，咱们任务是什么呀？啊，这一期呢，节目组将安排各组老师分别前往希望小学、幼儿园、福利院等地方，体验与孩子们相处的生活。哦，跟孩子们相处。嗯。这关呢，既是考验每对情侣带孩子的默契，也是我们节目组一项公益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们啊能够关注并且帮助到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了解。所以呢，这是两位的任务卡。太阳村儿童福利院。嗯。报道上说两位是在那儿认识的，想必对太阳村一定很熟悉啊。啊。哎，王总，对对对，我跟其他工程师说过了啊，处理的差不多了，他们进行的也挺顺利。挺顺利的，对，应该的，应该的，不客气，不客气。好，好好好，行。你中午不吃饭？先生看一下。谢谢。要一份沙拉，然后要一份奶油意面。沙拉酱的话要那个油醋汁，奶油意面的话不加罗勒，谢谢。好的，请稍等。你是单记的我一个人喜欢吃的东西，还是所有人的？还有你哥、你妈、你嫂子，还有一些重要客户的，这是我作为秘书的基本修养。说吧，都看我一天了，到底什么事儿？我什么时候盯你了？我后脑勺都让你盯出一个洞来了。快说，到底怎么了？你周末去哪儿了？周末？参加同学聚会啊。周末我问你的时候你说你在家，高丽你到底骗我到什么时候？我那天说我在家是因为你说这样的同学聚会和女同学在酒店里面聚会。你跟踪我？我跟踪你怎么了？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这是我，算了，没必要和你解释。我没有义务向你解释任何东西。高驴，我要向我哥揭穿你渣男的真面目。
你哥是为我的工作能力买单，我的私生活呢，好像不归他管。走吧。好。哎，好了，小朋友们，哎呀，好，我们一个一个说啊。哎，这个我们一个一个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早操的时候听到哨声要干嘛？要听口令排好队。现在不是做早操的时候，不用排队。对对对对对对。哎，我知道了，我听到了。好了，宝贝们。这个女儿哈是吧？好，这幅画是谁的？真好看。小胖呀，听院长说你长大之后想当警察，对不对？对。那你肯定看过很多警察叔叔在电视上是怎么执行任务的。我现在给你一个任务。带大家排好队去餐厅，好不好？是。真好看，小朋友。排好队，排好，排好，直线。刚才排哪的都要排哪。排第一个，第一线。往后退了，可以了。哎，小朋友们听好啊！素锦姐姐跟修伦哥给你们带的礼物，等一下就可以拿到了。交给你了。小朋友们听好，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这是高秘书让我捎给你的。高秘书人呢？他有事情直接出外勤了。送你了。小朋友也太累了吧！啊，哎呦，谢谢乐乐，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吗？姐姐，你忘了吗？之前都会给我扎辫子的。姐姐开玩笑的，来坐。锦清就喜欢给小娃娃梳辫子，可他姐姐我不会呀。乐乐，今天我们让这哥哥帮你梳怎么样？他特别会梳辫子。好。来。
你竟然真的会梳辫子？小时候在院里的时候，经常要帮忙照顾弟弟妹妹，后来又有了小满，直到到高中之前啊，辫子都是我编。素晶姐姐，编辫子有什么好玩的？跟我一起去玩吧。好呀，你想玩什么？你会玩什么？我呀，那会的可多了。听好了啊，你们现在都是一群科考队员，那这一片就是我们的山区，你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矿石。出发，去吧！姐姐，要不我们玩点别的吧？行呀，咱们去找那哥哥一起玩怎么样？好啊。今天非常感谢二位配合。哎呀，你也辛苦了。我们等一下跟孩子约了晚饭，所以可能会多待一会儿再回去。那我们就先撤了，还得回去赶后期。今天拍摄非常顺利，辛苦二位了。辛苦，辛苦大家。干什么呀？就觉得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哪有？没什么不一样，走吧。哎，你没有觉得我带孩子还挺有一套的？那我建议啊，你还是等照顾他们吃完饭之后再这么自夸吧。照顾吃饭有什么难的？坐下，快点，坐下。我要把他的胡萝卜放在我的碗里。姐姐，他抢我的围裙。姐姐，我长大要用筷子吃饭。你们别闹了，坐下吃饭。现在呢，就让眼镜博士，也就是我，好好来帮你们断断案。每条围裙上面呢，都会写有名字。这条是你的，写的你的名字。你的，在地上。来，自己拿好。小胖，小胖呀，警察叔叔呢，可不会挑食啊。小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吃饭，长大之后才可以像眼镜博士一样聪明哦！快吃，还挺有办法的嘛。低点。小胖，你卡住了吗？啊？怎么了？来。是吧，好点没啊？慢点吃，听见没有？嗯。孙怡，又是因为你，请你离开。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刚刚是修伦救了他。还不走？你还有什么脸来这里？什么意思？刚刚那个人是谁啊？他为什么那么说？不是，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臭高岭，坏高岭。小满，我来跟你解释一下那个照片。那个呢是我的女同学，我们参加同学聚会呢，她带了孩子不方便，所以我就把她安顿到酒店了。你是怕我向我哥告状？我说了，我的私生活不归你哥管。我刚才的解释你信不信？我信啊，你解释的我都信。虽然我没骗你啊，但你这么单纯，以后怎么办？有你在啊，你对我负责就好了。小满，我们谈一谈吧。在和他分开之后，我就暗自发誓，在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之前，我是不会和任何人谈恋爱的。你和我说这些干嘛？我和你前女友不一样，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钱。但我在乎。小满，你还不明白吗？现在的我，在爱情面前已经没有完整的心态了，这样的我是给不了另一半幸福的。小满，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我不希望我们的关系有一天会变得非常的狼狈脆弱。我和你哥都一样，只希望你可以幸福、健康、快乐。好了，快回去吧，我先走了。高岭。又是因为你，请你离开。还不走？你还有什么脸来这里？喂，华姨，您晚上有空吗？是这样的，我有件事情想要请教您。哦，那太好了，我在家里等您。来，华姨坐。哎哎，你坐。啊，这个呀，是你最爱吃的酒酿，你早点把它吃完啊，要不然放时间久了，酒劲就大了。这个是修伦爱吃的带鱼，我都已经煎好了，你俩吃的时候要热一下就行啊。辛苦华姨了，你说你来还带这么多东西。但凡你们爱吃啊，这当妈的做再多都不觉得辛苦。修伦呢？哦，他今天公司加班。哦，我以为他在家呢。华姨，嗯，其实我今天是有点事情想跟您了解一下。有啥事你说呗。修文到穆家前在太阳村的事情。哦。修伦十岁那年来穆家的，这个孩子，我们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么一板一眼。当年我和我先生，也就是你叔叔，啊，我们打算资助一家福利院，就带着小满去太阳村探望。也真是缘分，这小满看见修伦呢，就特别喜欢他，抱着他就不撒手。回到家之后，还是一直哭着喊着说要找哥哥呀，找哥哥。后来我跟他爸一商量，最后就把秀伦收养了。他刚来到家的时候啊，哎呀，简直是规矩的不得了。一开始我们以为啊，
他是在福利院待久了，拘束的时间长了，胆儿小。后来才知道，他是因为心病。心病？啊，那件事儿，在修伦心里一直是一道疤。我跟他爸说好了，不跟他提起，所以话也不能告诉你。还是等什么时候，修伦心里的这道伤疤自己愈合好了，让他自己告诉你吧。我明白，谢谢华姨。小锦啊，修伦从小到大吃了很多苦，这孩子心重。他爸爸去世之后，哎，他更是为了我和小满拼了命的努力。阿姨盼着你能让他早点儿心里甜起来。你怎么来了？想见你，所以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你猜。这都不用猜，一定是小满告诉你的。我不清楚你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呢，就是过来陪陪你。你就不好奇我今天为什么这样？不好奇。我进穆家之前一直在太阳村生，那个时候我们在院里必须要守规矩，因为院里除了像我们这样正常的小孩之外，还有很多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都不健全的孩子，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同时也保护我们，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被规矩限制着。你也知道我小时候是一个特别不爱守规矩的人，早上要按时起床，晚上要按时睡觉，吃饭要排队，上厕所也要排队。我那个时候都一度以为我的人生不过就要在这些规矩里度过，直到赵院长来了之后，他打破了这些规矩，他开始教我们玩游戏，就像我们那天玩的那个老鹰捉小鸡，每节课呢原本就只有40分钟，他就会提前在30分钟之内就把所有要讲的课程讲完，最后留10分钟给我们讲童话故事。慢慢的，我突然觉得好像有时候不守规矩真的还挺开心的。直到有一天周院长陪我外出捡石头的时候，不小心失足了，摔下了山。就是最大秘密。
情，天难为融化科学道理，心动是最好的默契。在身边。